使得帅气的舞蹈配上一点点枯手的这样的一个的创意在里面的 NCB， 谢谢啊，可以回来一下，可以回来一下，好，不要那么快走，不要那么快走，是吧？也是一样简短的，你继续啊，我没有 cue 你，你继续啊，我也不想理你啊，是，来来，我们其他人回来一下，其他人回来一下，来来来，我们访问，我们来这里访问，好，对，不要离他太近，不要离他太近，好，让他继续晒下去啊，是。能够这样子啊，一直帅下去的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了，是吧？好，来自我们 NCB 的这个团员们啊，来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个创意发想是谁想的呢？谁？阿拉伯人？你？哦，所以有用健将是不是？来，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来来来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些创意发想啊？哎，应该说这个创意发想源头在哪里？为什么你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呢？啊，你该不会是我们去年拿着卡迪娜风车的那一组吧？对啊，去年风车，今年挖转，对不对啊？我希望明年如果还有的话，你们就拿着卡迪娜抛一下，好不好？试试看，对，表示你们一年一年进步下去了啊！对，那你们这个创意发想的来源是好玩就好。好玩就好，也是啦，毕竟是我们创意组了啊，对对对对，不用想太多东西，好玩就好。那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最好玩？因为我觉得都还好，所以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比较好玩？对，都还蛮好，就吃东西的部分蛮紧张的。哦，吃东西的很紧张，为什么啊？啊，因为你们要在那个限定时间，短短几秒内要把我们卡迪娜全部吃完，而且那么好吃的东西，在那个瞬间之内把它吃完，其实会有点可惜。所以你心内心在这个焦急，哦，内心在那边挣扎，到底要把它吃完？吃完之后以后吃不到怎么办？这样子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好，我掰的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了啊。好，那么有没有要补充一下？有没有要补充一下？啊，说不定可以加分的。来，这位石油王子是石油王子，来，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你们加分的话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卡迪娜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废话，谢谢，谢谢我们 NCB。